南无 AI 弥陀佛，赛博佛祖帮你化解烦恼。自从 ChatGPT 爆红，同步开放收费的 ChatGPT API 后，各大企业纷纷下手，想找出可转换赚钱或盈利的商业模式。一向喜欢脑洞大开的日本佬网络创业家卡夫马耶里，以 ChatGPT 为基础做出了 Hotok AI， 号称这是一个随时有 ChatGPT 搭载的佛祖在您身旁的应用工具。这款能陪伴所有人进行佛性聊天的人工智慧佛，能为迷茫的网友指点迷津。这个 AI 佛祖虽然是日本开发出来的，但也有支援中文版。进入首页会看到机械佛将为您解答问题，随时有 AI 在您身旁，然后设计各类引导使用者问问题的模式，让使用者可以对佛陀 AI 进行发问，而且完全免费。点进去之后输入你的问题，在 AI 产出回答之前，该网站也会提醒你多多深呼吸、冥想、帮助思考、可以寻找专家协助等等认真的建议，随后便会给你一个文情并茂的答案。换言之，你可以不用跑到寺庙花钱烧香跪拜，现在敲打几下键盘，说出你的烦恼， AI 佛祖就能以同理心又理性的回答，帮忙你解忧答惑，让你获得心灵的慰藉。机器佛具同理心又理性的回答，很快吸引年轻人来此求教，并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突破30余万人询问各种千奇百怪的人生问题。